國寶級書畫《清明上河圖》由北京運抵本港，準備下星期展出。《清明上河圖》連同一批故宮博物院古代書畫，啱啱由飛機運抵本港。藝術館職員到場驗收，之後由特警協助押運。畫長5米嘅《清明上河圖》真品，下星期5起會喺藝術館展出1個月。